小辣椒，快来快来，你看。这啥？你爸这只想给咱寄的海鲜，一会做给你吃。哎呦，咋恁多？你生完宝宝都没好好给你做点好吃的，今天得叫你好好吃上一顿。好，咱想给他赏啥？好。我把这生蚝发一下。好。妈，我采访你一下。采啥？我又不是明星，采访我干啥？明星有啥好采访的？明星再好也没有我的婆婆好啊！那是那是，你找吧。人家都说婆媳难处，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俩相处的就很融洽？你说是不是有什么秘诀？那哪有啥秘诀？我就知道我得对儿媳妇好点，儿媳妇好了，开心了，这个家才能好。嫁到俺家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连妹妹都说你偏心了，天天伴着我说话。人家不是都说嘛，十年看婆，十年看媳，讲的就是前十年看婆婆咋做，前有婆再有媳。不过我也不管那十年不十年，我就知道一直对儿媳妇好就对了，儿媳妇好了，这个家才能旺。人都是相互的，你对我好我也不能不知道呀。你看你现在还给我带宝宝，还给我做好吃的，这么好的婆婆咋就被我遇到了呢？我就是不喜欢你了。我也喜欢你。妈，你先坐吧，我去看看严明明去，他已经把房子租好了。租了几间？多少钱？两间，一年4000。那也不贵。我去了。啊，这海鲜给他谁吃完了？让锅盖煮几分钟，生蚝要给他蒸蒸，放点葱姜。哎，绵绵，考虑好怎么装修了没有？考虑是考虑好了，就是感觉有点周转不开了。咱那边住的房子也要装修了，哎，都赶一块了。你着急装修，可以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界呀。打开抖音，在我的页面下进入钱包，点放心界，点击激活额度后，跟着要求进行申请，最高额度20万，等工资到账还上就行。你试试。好，那我就放心开干了。好。妈，这条鱼我来做吧。好，你来做吧，你也是大厨。我不是，我还是得跟妈多学习学习。啊、哦，那是那是，毕竟脚还是老的辣嘛。哦呦，你看你打腿。香菇末下锅，放点海鲜，加水。妈，你做好了，你看。咦，小辣椒怪嫩嘞，这鱼烫的比我做的还好嘞，有鼻子有眼的，是那样的。那是那是。我就下面条把它吃饭哈。好。小开就快吃饭了。好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！哎呀，最近的伙食真丰盛呀！对的，你看你今天都又吃饭了，看了都有精神了。你筷子。哎，俺爸不舍得吃，还给咱买那些子。房子租好了，赶紧的叫办公室、仓库弄出来，好好的先来东西。好。还不知道能干成啥样嘞！只要好好干，做事凭良心，慢慢的就会有很多人支持我们的。是的，好好加油吧！